候嘅。咁又話咧，示威人士咧表達訴求嘅時候咧，就唔應該使用暴力，希望佢哋係可以和平咁樣散去。其實咧，主要就利用翻立法會最近嗰個地鐵站，咁佢嗰啲警察咧就就全部保護咗地，咁就一路帶我哋落去嗰個地鐵車廂裏邊。我哋明白佢哋嗰個心情咧，不過就係因為香港都係一個法治嘅社會，即係如果話搞到即係太影響個社會，影響其他人咧，我覺得就適合啦。如果我哋大家都唔守法嚟表達意見咧，我覺得呢個就應該受到譴責嘅。